讲一个，我应该叫伊算姐姐，我都歹骑过去，我拄好目睭全去瞄着，面仔内底无穿。做底，啊！我拄好目睭扫过，拄好去扫着，我那看到一张菜包丝，没两百，还送完一个券啊，两百两百了，一百块有人送完一个，我要准备一百块来。啊你两位，钱好啦，你两位，好，这个两位。哎，啊你做何种？这个是两百哦。对，两百。好，那我要红的标吧。红的标无啦。哇。花枝卷无？一腿一千毫米嘞。好好。一腿一千毫米。八百，八百。两百啊，阿姨。好啊，我赶紧等嘞，还袂，伊还袂用嘞。啊袂。啊，我鱿鱼花买两百。对一个，我倒来。后壁你个嘞。等两个来。谢谢。啊，门口有无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有道理啊吼。有啊，有道，有道。这是我第二次在这边看到没穿的。在别的地方都还没遇到，就在这边遇过两次。今天第二次，上次有一个也真的没穿。没有，好像有啦，上次那个还比较故意，他就停在路边了，然后他也没有走，他就脚开开的，然后再用手，然后把他海鲜跑出来之后，还自己去用裙子去拉一下拉一下，那个动作太明显了，根本就是来秀的。虾子没有了嘞。你去那烤垃圾了？烤垃圾。这次这个是去那个穿太短，然后骑过去看到。上次那个是一边慢慢骑，你要多少钱？骑个五公尺停下来拉一下裙子，骑个五公尺停下来拉一下裙子，那个真的是故意来秀的。来，包线。来，两百个好不好？来，掏钱，掏钱。水果走。好，不然不理会了。好好一点吧，我只有尾巴。对啊。这一点，不知道你能包。好一点了。对。好。要弄个你沙抓了。好了好。现台好黑衣标啦，今天他在这台啊。哎呀。时间走。
咱还真爱爱老。老二姨啊，村的老二姨啊。陈彩的鲑鱼哈，瞬间我哪来得及拍？而且今天真这么爱看野外露出来成真女主角。哎，新塘，你头前我该算的拢算了未？你头前我该算的拢算了未？都有算钱的吼。有听到无？点点。
得最清楚嘛。七分啦、啊，安尼七百啦，啊，个人要回机票。六万保养花了多少钱？我认。各位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那台车一年的成本，我现在六万这样跑下来，连同车价成本分进去算给你看。车子分期的部分，一年要16万左右。15万6，我抓16好了。哦，油钱的话，因为我两台车，所以比较不一样。我油钱的话，我算一下。油钱一年，现在这台比较省，一年大概15万。保养到现在，一年要大概要保养6次，一次大概要抓。6000多块，因为有换变速箱没换变速箱，4000多到9000不等，我抓中间只抓六万，那抓6000，6×4=24，24000。你等一下吼，安尼差不多安尼计算。现在这样算起来多少？黄宇都贵点了哦。然后牌照税、燃料税加10000多，你算35。轮胎的钱抓14000，一年要换一组胎，36万多，37万。我那台车一年要开3000-7000。37万，我是把那个分期付款分进去了，一年花37万。过来要黄鱼的无？黄鱼500过来。乌鱼标无啊？三箱拢无啊？哦，你的2箱过来内底啦。另外一台的话，就大概一年养车的费用超过40万。蔡承轩，那是因为已经把车价算进去了，把车价的开销算进去了。开国产车啊，如果我今天开的是双 B， 先把那些费用再乘一下。二手价好吗？我车子没有再算二手价的，我车子通常都是直接开到报废。就是反正开直接开到旧换新的，我没有再抛售我的二手车了。阮兜的车拢安尼直接塞甲破门，旧换新。过来白仓鱼吧，2500块，白仓拢有啊啦吼，白仓拢有。白带鱼来。
分都在市区嘛，油电对他们来讲比较划算，因为油电算下去的话，可能他们一公里的成本只在一块多一点点。难怪刚刚要北断移嘛。出几集有没有？今天大概出400集而已。王姨啊，这么关心我出几集干嘛？基本上每次都是八集啊，最少啊。电车对我没有用，我跑的地方太多，地方没有办法充电。那如果要充电的话，要走到目的地用，那他妈的又超级远。换电车对我来讲是在搞死我自己。来个什么牛排吧，牛排啊。我油车的话，停到目的地走过去，可能50公尺、100公尺，最多200公尺。妈的，我停在有充电桩的地方，走过去走2公里啊！我玩个鬼啊！那谁，过来买水饺啊！哥，你不能这样讲。说不定经过我的激烈吵架之后，可能在保护内已经换过引擎了，已经换过变速箱了，规架够拿新的啊！我跟你讲。中午就上路了，充电。完了，他跟你讲10%到80%，30%，那我等要多等25分钟，这25分钟我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价格的啦，3700CC 税金顶，干了穷过，就是因为没价格，老会懵塞。但是冰室你要知道。
他不会因为他车老了离店就便宜了，还是贵啊。你要知道哎，那台四支避震就是64000。成本就会越来越高，不会越来越高。你要想一下，十几年前的一条 ABS 感应线就要6000，现在多少？9600。金门早，我记得 W222的一条 ABS 感应线9600还是12000？十几年前的要6000，十几年后的要多少？要快翻一倍。哥，你不能这样讲。OK， 如果我没有叫卖直播的话，我开电车可以。我开电车可以，为什么没有那么赶？那如果像我哥那样子。星期是台中，星期五有台中，星期六彰化，星期五有台中，我也没有开车的必要啊。我拍片的成本你就知道比我哥高多少了吧？我们去其他地方拍片的时候，我哥还是坐我的车啊。我哥拍片的成本比我便宜多少啊？你东西啊嘞？你东西啊袂掉呀？该叫他吃软丝啊。软丝也好，软丝嘛袂歹啊，东西也好。